哎，我可是大家心中的光，现在怎么连臭怪兽都打不过了？算了算了，还是换点装备再战吧。哇塞，这也太香了吧，看上去每个味道都不错，不过现在正事要紧，下次再来。嗯，好像就是这里了，他们才是我最需要的，全部带走。哇，这就是迪迦奥特曼买的新装备，我们赶紧打开看看吧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新奇暴龙战车6的魔方霸王龙。哇塞，真的是一个霸王龙，哎，它看起来好厉害呀，两边还有武器呢，而且它还能变形成魔方，那我们赶紧试试吧。霸王龙魔方形态变形完成，把重重抗炎战胜恐龙，与你去冒险。接下来看看这个立方体万龙。哎，好像哪里不对啊，我知道了，它的脖子应该是立起来的。嘿嘿，这一次应该对了吧，万龙的脖子非常的长，而且它也能变形成魔方，我们赶紧试试吧。万龙魔方变形完成，接下来是三角龙和甲龙。哇塞，居然是魔方形态，那我们现在来给它变成恐龙吧。魔方三角龙变形完成，变形进化巨龙形态，战胜恐龙与你去冒险，哈，驯龙少年。最后是剑龙的魔方形态，剑龙变身吧。哇塞，变形之后的甲龙也太帅了吧，背上有好多尖尖的刺呀，而且它的武器还是在尾巴上呢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变形进化巨龙形态，小伙伴们，你们说迪迦这次能靠他们打败怪兽吗？快在评论区留下一一一，为迪迦加油吧！